服务员结账。着什么急呀？这还有那么多菜呢。老师你好，请问几位？先生，请问微信还是支付宝？这儿甜品不错，那么这样，你点个甜品。 先不着急结账，我去个洗手间。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，啊？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什么。 我就是来吃饭，给你打电话，你挂我电话。我跟谁在一起，你很清楚。我在哪儿吃饭，你在哪儿吃饭，我住那家酒店，你住那家酒店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是你以前跟我说呀。这家酒店，这间餐厅，你特别的喜欢，你跟我说了不下三次要带我来吧。 你也听我说，你不能住这儿，你得换酒店。你得换酒店，先听我说完。最晚明天下午我去找你。我话还没说完。你明不明白？你先告诉我你明不明白？我不明白。 我现在就得回去，要不这样，我在这儿先订婚，你跟他说，啊。